这大晚上的，你竟然谈对象很正常，我谈你怎么办？我拿那个衣服啊，跟人在那一模一样。苏灿灿，这种我数1、2、3，你往前跑，千万别往后退。我是前辈。对哦，我已经成年了，你长肥了是不是？现在谈恋爱都不跟家里人说了。小张啊，说说阿姨，又见面了啊！对，赞赞，我得严重批评你，这大冬天不冷吗？赶快让小张进屋暖和暖和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呢？爸，爸。